大家好，点点精灵室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粗糙，错误很多。所谓粗糙，那就是音响效果不好。所谓这个粗糙，就是有时候画面效果不好。很多朋友提这个意见，提那个意见，我很多专业朋友嘛，但是我一转头就给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制作节目啊，往往都是业余做的啊，找一个地方赶紧有个20分钟、30分钟，赶紧做一个这个节目。所以呢，从这个来讲，技术来讲，就是很难马上去调整。有一些精致专业是需要时间。我就是缺乏这个时间，做得很匆忙，跟我的性格的粗糙也有关系。当然。这个点点精灵是最大更大的问题，还不是技术上的粗糙，主要是我学识的短缺，那么这个记忆力的差错，然后呢，这个对这个中国政治认识的还是很浅薄。那当然有人说，早一段时间我就看纸牌屋我说我看看过纸牌屋，想亲身一下了解一下美国是怎么乱来的，政治神是什么高阶的，权贵是怎么高阶的。有网友就说，哎呀，中国的现实比那个纸牌屋不知道复杂多少。其实我看了一集以后真也就是没办法看下去，就是确实是太单薄了。现在的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它为什么要改变于现实呢？就是我们的编剧它真的是，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它根本没办法了解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政局，或者是某些事情的这个复杂性。所以我在这里顶一些节目，有一些朋友就说，哇，你怎么顶得那么复杂那么复杂，我们怎么搞得清楚其实我已经强调好几次了，我连蜻蜓点水都谈不上，蜻蜓点水都谈不上。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觉得自己越无知就像读书一样的，千万不要读书。你读书越多，你就会越要读书，你读了读去，最后面你就剩下只读书了，那你就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做事情了。因为真的是知识真的是这个无限的一个，不是一个有限的海洋，是一个无限的海洋。那么中国的政治也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关系也是这样的。我讲的这些东西对于很多局外的朋友来讲就是很深了很复杂了。对于当局者来讲，你讲的这就是浅薄的不能浅薄了，而且有时候还搞错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看的角度不对。所以我呀，用点点今天是这个栏目作为我们的栏目我觉得还真是比较符合事实，就是我只是点一点。每一天我现在网友们要求我点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很多东西我其实是可以点的，因为点一点嘛，因为什么东西不能点的，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点呢，我确实需要时间，为了我也需要开动就是更简单的这个制作方式。那么我及时的，大家要我点什么，我马上点什么，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方式。当然，有时候我会先在推特上面呢跟大家点一点。今天要点的事情很多先点什么呢？先点一下这个网友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非常感谢推友给我发的消息因为我是不太看网站的那更不用说看报纸了所以呢，有些消息你们跟我提供对我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免得我去看很多垃圾消息就把这个最重要的消息给忘了。网友给我推出来的消息往往呢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今天集中一条消息是中国的精英系统要进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这段人事调整确实是最近一系列的这个精英系统的一个过程远远还没有完成。我们都知道人民银行这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框架它跟三会之间到底是一个的什么关系，银监会、证监会还有保监会是把它统合起来，还是独立起来，还是成立一个更大的机构，还是怎么样？反正共产党建政以来他的这个机构就是今天合并明天分拆，后天合并明后再分拆，都搞不清楚。但是呢，只有当局者在其间就知道其中的奥妙分有分的道理，合有合的道理。但是有一个道理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安插自己的人马，让自己的人马掌握在各个关卡。所以今天田国立先生的这个人事任命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注意。再也不像以前一个枯燥的一个任命就当部长
也去当书记，大家好像那个很枯燥，跟我没关系。聪明的网友们慢慢已经知道，这个里面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田国立先生，他是从中国银行调到中国建设银行当董事长。那大家就说了，哎，当年的王雪冰，那不就是中国银行调到建设银行去当行长，银行被查的吗？确实是这样的，经常把你调动一个职位啊，有可能是让你升官，有可能是给一个铺垫啊，有可能是让你给一个经历啊，也有可能呢把你调虎离山，好查你。哎，不过讲到王学兵呢，就讲到我们做媒体的人的一个艰难，为什么呢？我前面讲了，媒体不仅是啊这个有生存压力的问题，媒体还有非常大的这个风险，因为你搞不清楚哪个地方就报道错了，哪个地方你捅到一个黑洞了，哪个地方就可能有些麻烦。当然现在大部分的媒体不会这样做，大家吵着吵就吵着吵就吵着吵就吵着吵去，对吧？你今天吵这个范冰冰，大家跟着一起吵范冰冰，也不在乎怎么样啊，吵完拉倒啊。明天吵这个郭文贵，大家跟着一起吵啊，昊庭又拉倒啊，然后再吵一个刘晓波，吵着吵着拉倒，大家是你吵我吵啊，没有几个人呢真正的认真在做新闻啊，没有几个人呢真正认真在追求这个啊事实的这个真相。主要是媒体这个行业啊，实在是回报太低，收入太小，生存太艰难，媒体没有办法呢啊培育出很优秀的人才，而媒体没有办法呢去追究这个啊事实的真相啊。那我为什么要讲到王学兵啊，我就突然又兴奋起来了？原因很简单。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跟王学兵先生呢，你说熟吧，啊，真是很熟；你说不熟吧，我们两个人可能没有私下见过面啊，没有私下吃过饭。但是故事是这么开始的：当年啊，我是在台湾的一个叫《中国时报周刊》工作啊，最开始那个名字好像叫时报周刊，就是《中国时报》，因为江南事件以后，国民党打压《中国时报》。让中国时报的资金呢汇不出来，那么中国时报后来就只好撤退啊。但是中国时报因为它比较偏向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以呢啊，就是有很多的台湾的啊，当时候的这个啊，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就希望中国时报继续留下一个火种。当时我们就办了一个杂志叫时报周刊，后来改名叫中国时报周刊啊，那是个我从政啊，从政不是从政了，从事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从中我学到了很多。那我在这个杂志里面呢，当过主笔，当过副总编。那么有一天呢，就处理了一篇雷稿，这篇雷稿啊是一个专业记者写的，而且呢，根据我的了解，这个专业记者所掌握的材料非常准确啊，而且呢，我们报道的很简短，就是讲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贷款中间啊出了问题，那有很大的空洞，有很大的黑洞啊，好像他没有用这么凌厉的词，用的都比较平和。那么这部个简单的报道啊，引起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呢给我们来了一封律师信。在美国来一封律师信，讲老实话，你完全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如果你真正是有问题，那你当然要您说认真处理。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扔到垃圾桶，没有问题啊。因为美国是一个对媒体保护的很好的一个国家，但是问题是，我只是这个报社里面的一个小萝卜头啊，一个副总编，一个主笔，那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权利啊，有权利也没用啊，总编辑也没用，社长也没用，因为老板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的老板是尊敬的余纪中先生。余纪中先生呢啊，他是一个在台湾很受敬重的一个老前辈啊，留学英国，那么他妈妈要他回国参加抗日，他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呢啊，就是这个成为了少将还是中将，反正好像是国民党里面很年轻的一个将军吧啊。这个里面涉及到我又另外涉及的一个话题，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以后我有一天会讲一讲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的，而且自以为是的一个角度。哎，我看来那恰恰是国民党完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不过我跟以后再说这个事情。那么余纪中先生呢，他在台湾是一个比较具有自由派色彩的一个国民党中常委，然后又是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但是他有一点呢啊，特点就比较的啊这个温和。
比较的不愿意节约啊，比较的呢有一点中国情节，所以呢看了这个历史信仰号啊，哎，他居然还看到这个事情了，哎，看到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就要求我们呢，这个妥善处理。什么叫妥善处理啊？对吧？这方面问清楚了，就是我们道歉。那对我来讲是非常窝火的事情，知道吧？第一个就是我是这个稿子的呢，当时是我参与了这个处理。第二个是确实根据我们的查证呢，这是有一些事实的，有一些事实的，也许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他们内部的这个内部斗争呢，把这个材料捅给这个媒体。哎，纽约银行呢，应该根据我们所提供的情况啊，应该进行调查。但他居然来了一封历史信，来了一封历史信，本来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哎，我们老板还希望我们呢啊赔礼道歉，妥善处理，赔礼道歉，那就只好了赔礼道歉。但是王雪冰这个名字我就一直记住了，虽然我这个人呢不是怎么记仇，但是呢因此呢我就开始了追证和注意这个事情。所以王雪冰这个人呢，他呀这个我下面再讲啊，就是他后来这个调回到了这个北京啊，成为这个朱镕基啊什么什么内阁里面很欣赏的一个成员。你看到了后来啊，他接替了啊这个建设银行的啊接替了这个建设银行的行长，也就是接替了王岐山的这个职务啊。他因为他跟王岐山和王岐山的夫人都有很好的这个关系，但是不久终于爆发了这个事情，他被调查了。哎，不在调查之前，我当时在这个创办了多维网，那我们不断的报道王雪冰要被调查了，王雪冰要被调查了，王雪冰要被调查了。我们报道一次，王雪冰就露面一次，甚至还跑到香港去露面。当然，有时候他是工作啊，不完全是为了露面，但是呢，整支的这个游戏呢，纠缠了多久？从《中国时报周刊》再开始报道王雪冰事件，到王雪冰被抓八年时间，然后王小兵被判刑十二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失去了一个有改革意识的、非常优雅的、朋友正多的，而且在政治上还颇有正义感的这位银行家，所以西方的银行界也感觉到非常惋惜。而对我来讲也谈不上什么高兴，因为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而对王雪冰的谣传很多，传言很多，其实还讲啊一个这个著名女明星，而且这个消息还居然是专案组系统啊这个传出来的啊，说这个女明星呢，后来我不早几天不讲了吗？有人跟我们说那个女明星叫航空母舰，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那个女星呢叫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哈，它居然啊开到了这个专机上啊，这个包机上啊，我们叫包机吧，啊，因为包机包就很容易想到这个包女明星呐 包什么什么东西啊，说这个王雪冰在这个飞机上啊，跟这个航空母舰还有不堪的这个事情。那这些事情到底是谣传，是这个中纪委当时有意去陷害啊这个王雪冰的，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啊最后我们查证他。有一天如果我见到王雪冰先生呢，也有机会他说哇和平啊，当年这个外面的这些谣传完全胡扯，你帮我纠正。王先生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啊？是因为啊我对你的情况啊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啊，为什么有更多的了解呢？就是因为后来跟你案件有关的很多人，或者说你的很多朋友，是我的朋友。那么有的人呢，这个跟我讲了很多你的故事，很优雅的故事，很有政治企图心的故事。一度你在纽约的时候啊，跟一帮上海人在一起，类似于准备成为一个什么。这个俱乐部，这种俱乐部啊是很松散的，慢慢就可能会形成好等力量，就像我一些朋友一样的啊，早很多年以前叫我一起到啊跟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哎，后来他说选议员，哎，我就以为是开玩笑的啊，哎，这个后来还真选上了，对不对？
后来还选到了这个美国的国会最好的这个最高啊，不是最好啊，就是最高的这个，也不是最高的，就美国国会议员，加州里面。所以有些事情呢，就是在美国就比较奇怪，慢慢谈啊，就谈出来了。当时给王学兵的谈了，这些朋友都讲，哎呦，学兵呐，要安排他干什么？就安排他先呢，到中国银行啊，先捞一个这个部长啊，然后呢，调到上海去啊，当这个副市长或者市长，然后呢，去当国务院总理。说王学兵呢，是绝对是有总理之才的一个人物啊。那么这些人物啊，这些名字啊，因为过去了这么多年啊，这个事情我再慢慢披露出来，因为王雪冰现在也不可能再去当总理了，对吧？不过王雪冰已经出来了啊，王雪冰出来以后啊，可以周游世界啊，经常还到美国来啊，他还是继续喜欢喝红酒啊，继续呢喜欢打高尔夫球，继续呢表现很优雅，而且呢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妻子网络上啊媒体上也有很多不实的传言，后来证明根本就是错的啊，他的妻子呢叫钟露露啊，有人就说啊，钟露露是军人出身嘛啊，小提琴手啊，那么原来住在这个纽约附近的这个纽泽西啊，然后呢好像跟这个王雪冰呢啊离婚了啊，我的朋友跟雪冰很熟，他说没有那么回事啊，网上胡说八道，媒体胡说八道，很生气。他说钟露露啊，一是在这个王雪冰呢这个坐牢的期间呢，一是去照顾他啊，这个想尽办法去营救他，想尽办法呢让他在监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啊。那么钟露露一是现在还是跟啊王雪冰啊生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还是祝福他啊。然后现在王雪冰日子也过得不错啊，为什么能够周游世界呢？因为他毕竟有很多关系啊，而且不仅是有关系啊，他是懂经营啊，对吧？懂共产党这一套啊，所以呢，他还是这个受雇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受聘于很多的基金呐、啊，当顾问，所以那个钱呢，生活没有问题啊。听说朱小华呀，另外一个人也是情况还不错啊。那么这个王雪冰啊，这个还有一些事情呢、啊，就是令人还是比较感动。有些朋友说你不能披露出来，披露出来会好对他不利啊。我说不行。要加以披露，为什么呢？因为王雪冰给社会上的感觉形象就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形象，对吧？乱搞女明星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贪污腐化啊，然后挥霍财产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时候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媒体啊，人也只能呈现一些片段或者是一些局部情况，但是对于民进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尽可能就呈现出更多的情况，因为人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但是呢很多的读者和网友呢喜欢黑白分明啊。那么我讲的王雪冰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他跟朋友们讨论这个时政的时候啊，他也有很多怨言，也有很多的批评啊，在那些批评里面他看到啊他的一种正义感，看到他一种基本上的是非，而且呢在刘晓波去世以后，有人朋友说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了他现在一个花圈啊，有的朋友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讲出去了以后对王雪冰没有这个好处，怕沾上麻烦。坦率地说，我也纠结，我也犹豫，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朋友叫我不要讲，我就一般不会讲的，但是我今天坚决要讲，原因是我认为啊，这个王小兵做的这个事情不会让他再入监狱，但是他做的这个动作啊，使我增加了对他的敬重啊。王小兵在刘晓波去世以后，在他的朋友里面献上了一个花圈啊，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啊，等一下就把这个照片啊放出来啊，希望国宝同志顶多找一下王小兵先生喝一杯咖啡，喝了咖啡以后，王雪冰的形象在大家面前就变得比较立体，他就值得我们尊重的啊一位人士。王雪冰的故事还没有完，以后再跟大家讲，我们回过头还要讲今天的人事变化，田国立。那田国立这个变动会不会引起他的这个被调查呢？那就看我们的时间的光谱拉多长。如果时间的光谱拉几年，或者是
这个更长时间，那这个我谁也不能打包票。但是我能够讲得很清楚的是，今天田国立从中国银行调到建设银行去当这个董事长，不是他要被调查，而是他的权力需要更加巩固。他要巩固什么权力呢？要巩固建设银行的权力。我们知道田国立是谁的人，田国立是王岐山先生的最亲爱的这个助手之一田国立从北京市起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从副行长到行长，到王岐山的时候成为了建设银行的营业部总经理，然后是这个行